我现在来到了 Tana Lot 的海边，然后这里是景色迷人。刚刚好现在碰到是五点的时间，是那种黄金时分的时间，是很美的这里。只是游客真的有点多，你看，我周围都是游客，哪里都是游客。我现在找一个地方来飞我的 drone， 要找一个比较平一点的地方。